煎两个小东西，这个不行。CLM 的吧，我们看这里。装瓶，到后面保护归零，确定，开机正常，显示正常还是对的。好，我们先拆掉显示升降器，看一下下面是连点的还是怎么的。没有连点，有虚焊的痕迹。我们装上。然后我们重点。把它转接的地方，你显示升降 IC 和灯控特别近，然后灯控呢是带胶的，然后我们现在再去接着去掉灯控，好，现在再装瓶，那这个机器的指纹也是假的。装瓶还是一样，电流偏大。哇靠，这反面搞的，我们还没看反面呢。白色触摸芯片是放在上面的，这边低，这边高。白色触摸芯片这边高，这边低，然后初步用啊，就这个初步判断是触摸下面有爆气，我们去拿来看，白触摸没有，白触摸也没有，但是好像用的是超低温器，拿的时候非常好拿。然后呢，显示苹果，然后我们刚才拆掉了一个灯控，然后现在有苹果，然后我们现在装个灯控，哎呀，这种手工修机真的是转接两个，前置不拍照，转接一下，把机器转接成这屌样了，真的是的。然后手工啊。大家千万要把手工练好啊！没手工，你知道机器哪里问题，你只能看着它一步一步被你修死啊！灯控，加工，装备，
这感冒就吓一跳。刚才大电漏电，还好没去开机啊，开机估计只能跟这台机器说拜拜了。在我们手里，还是有苹果灯不亮。这两个灯，不知道刚才是不是漏电的时候灯泡掉了，我们再换个灯。相关，好的，努力，双屏，开机，还好，刚才那个大电漏电是烧的是灯，烧的 CPU 就尴尬了啊，然后这个机器。就是它短线前置，那个保护电感号，然后就是不显示了。好，机器也快进行了。这个等一下进系统之后，让他们去补好触摸，然后再测前置好了。我们开始下一个机器，速度要快点了。